我们正面临全球发展方式的深刻的变化。随着时代进步，开放、包容，方向上应该更加注重普惠、平衡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，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对全球。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，是亚太工商界。第四，继续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，让民众共享发展。先生们、朋友们，中国古人说：“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”Gobierno del Perú, trabajando para todos los peruanos.